今天的赶海位置在这，想要的朋友你们一定要收藏好，因为在这里赶海，哪怕你不会游泳，也能轻松捡到各种海螺。OK， 朋友们，欢迎进入我的频道。哇，看到没有？这边的海也一样漂亮啊，非常棒，这里。今天呢是我在桑给巴尔岛的最后一次赶海，希望今天赤巡螺能多捡一点，因为那个肉比较好吃。今天呢鱼枪也没带，因为不打鱼，只捡螺。现在我们开始。这边一来就发现两个千手螺，这边螺确实比较多，收了，在这里。吃这个毛蛤，哎呦，毛蛤掉了，哈，还真是我一个毛蛤，谢谢谢谢，收了啊。这里啊，看到第二个收获，赤巡螺啊，我最喜欢吃的，我们把它收了。这蜘蛛螺是死壳，两个赤巡螺收了。刚刚捡赤巡螺，不小心被那个海胆蛰了，痛死了！现在这边看到一个非常大的蜘蛛螺，现在我们把它收了，在下面。你看这个蜘蛛螺太可爱了，这个肉在滑来滑去。OK OK， 收了这个。下面看到一对的赤巡螺，什么叫一对？你们看一下 ，OK。看到没有？一对的，收了收了这两个。珊瑚啊，它倒掉了，所以把它扶正来，让它更好的这个长大。OK， 继续。这边发现了一个宝塔蟹手螺啊，那你们看一下它长什么样。哇，这个宝塔蟹手螺呢，就是让你们看一下，因为它一煮啊，它肉就缩进去，拿不来吃，算了，放了。这边发现一个万宝螺，应该是壳，让你们看一下。
哇，这个比昨天捡的那个还大，应该就是寄居蟹，因为在吃那个海胆。哦，是寄居蟹。烧了烧了这个壳。下面看到一个黑心保罗，虽然不能收它，但是我拉上来看看。OK。哇，看到没有，这黑心保罗这个壳真漂亮，还有一个海星，还有一个海星。哎，放了放了这两个。哎呀，哦，又一个千手螺，收了收了，这个个头还不错。 OK。 又收一个刺青螺，我们准备回家了，因为很多了。OK， 看收获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。这边的刺群螺啊都非常大，看到没有，它的肉是红的。然后这就是千手螺，今天千手螺也捡了非常多。OK， 这蜘蛛螺我就不多介绍了，因为我经常捡到。这个万宝螺虽然它是壳好，但是也非常棒。哎呦，这里面还有个小毛蛤藏着，小毛蛤。这里面是寄居蟹哈。OK OK。冷水下锅，太多了，好多。开吃！哇，这肉是红色的，非常棒。哇，这个刺群螺呢，它的肉是那个脆脆的，一点点小嚼劲，然后非常鲜，香味非常浓，非常棒，这海螺。 OK， 那今天的视频就到这，喜欢我的朋友给个点赞关注加评论，谢谢。